项目年发电量57亿千瓦时，可供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7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70万吨。建设团队仅用14个月的时间，把20个月才能建成的光伏项目实现了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个电站发的电，通过1238公里的输电线路，将源源绿电送至山东临沂。蓝海光伏电站也成为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一次性并网新能源工程。